不好吃哦。刚刚你要不要铁锭？这个到底是干嘛的？铁锭吗？我很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个附魔岛，它会慢慢的给经验，哦，还蛮酷的。哦，啊，这个中介岛是干嘛？中介岛，哎、欸，中间要铲桥了，桥、啊、出来了。哎、欸，那你只有你有战力，你先守一下。我们完全没有战力啊！红桥来了。啊，一个一个扫一个冲哦，不要全部都冲哦，冲啊！你们冲了也没办法挖、啊，会喷装，会喷装，这会喷装，你们冲了也没办法挖，你们注意哦，要挖要換稿，要挖要换稿。好，给我都送你了，我要去干扰了。啊，杀人，我要去拿偷东西。抱歉，今天不行。我去买核心，我去买核心。盾牌，哎呦，弓。啊哇！汪汪身上一定有钱，汪汪身上一定有钱。钻石装这个太重要了吧？哎、欸，先打繁星，繁星有功，先打他。好，繁星。有了，杀掉了，掉东西了。Nice！抢到了。OK。哎、欸，我们开始有分数了，太棒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有分数？哦，你换那个是不是？我把我们的分数岛激活了。好，铁，我们需要更多的铁。死掉了。好，我这里有十颗铁，哦，他的铁喷呢？打！我要退了，我损血。他复活是那个直接复活，所以要小心。欸、我等一下青金石要去哪里买、啊？试试看，青金石他在那个附魔岛会直接有。哦，他还会给你那个经验。有了。可以哦，他进去，我没有那个人，我来了，我来当楼主了，我来了，你不要喷，东西带好，好，我身上只有牛排，核心普通人剑这么强，核心镐我有放在那个核心镐我有放在箱子里哦，你们可以等一下有空可以去拿，没问题，他一个绿宝石就可以换一堆了。我觉得我需要附魔一下，没有，我现在都满装了，太猛了。他一个绿宝石，就可以换一个装备。嗯，我现在插附魔而已。我箱子里有放，你们也可以去拿。绿宝石，哎、嘿。所以他其实要满装啊，附魔其实还蛮容易的。对啊。这火焰岛是什么啊？防御用的啦，那是陷阱，那踩到中间就会，对，就会。这个应该要放中间这边。我把一些东西放在你在西瓜呢。天哪，这个要满装也太容易了吧？对啊，哎、欸，有没有跟我一起冲？我有搞，我可以搞他们。我空装搞。嗯。来个人，一起上。好，我来了。来。你有搞吗？你有搞头吗？我有搞。好，我们一起上。我有，我刚换了。好。我还有弓。只是我没附魔，我没。没关系，先冲看看。我们附魔的换了吗？附魔换了，换了。他们小雨有附魔的哦。工作台的那一个。喂，射中。喂，他们想往我们打去。哦，捡到他们的绿宝石了。好，转。我在射。团，你有那个、啊、盾牌？我去吸他们的绿宝石。好。哎，我被困住了。哇，被打去了，要小心从侧边跳过来的哦。哇，装备好便宜哦！因为会那个啊，会消失。哇，好痛！所以装备也会变比较便宜。糟糕，下去了。对。哇，我这样觉得应该要有一些方式。青金石哦。对。我懂了。我们那座桥。青金石砖吗？我们那座桥，空桥那边，哎、欸，他们是不是来了？我们是蓝色，那个铁资源要汇合一下。哎、欸，他们跳过来，他们很多过来了。哇，我掉下去了。哎，钻石装的小雨交给你们。他在西瓜这里还补血，我们不应该第一个放西瓜的。真的，他也会回血啊？应该会吧？因为他哇，喷装了，喷了一堆装备给我们。好。来，铁资源都集中，铁资源。嗯，头盔。铁资源有捡到就尽量放在箱子里，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最缺。可以玩一点战术。
开始会玩了。小心哦，再过100秒就没了。将应该说乔会直接消失的吧？嗯，应该直接消失，那你就掉下去了。多换了一件裤子。一个，谢谢。炮台的剑，对对，我也在换这些。防御剑塔。来来来，一起修一波，一起修一波。有没有免洗战士？我们一起冲。那桥快消失了，没关系，就在这最后一波。我有放一些特别的东东。好，那被放进去，我要来免洗一下看。这不晓得可以干嘛？现在还有什么岛可以换啊？我们是不是已经换完了？啊，出发出发，忘了带出发。出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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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有有，我带过去。你带很多个吗？哪边？我带四个。好，来来来，出发一下。这两个是岛，这两个是路。金石是给谁换的？出发出发。我放。哎、欸，有。你在那个？你是不是掉下去了？我掉到底下是什么？这就是让我们可以直接过去的岛。哦。对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嗯。哎呦。好，哎你。啊！我掉下去，我掉下去！哇，他们的弓很痛，两箭我就死了。他们有弄起附魔，普通的弓。你给我两个好不好？那个压，好啊。你们会不会 FPS 有点那个、啊？哎、欸、，FPS 吗？我还好哎、欸，感觉画面有一点。感谢。来来，我这边盖一个。欸、这两个岛是什么岛？哎、欸，然后还有一个跳台。那就是。走路的岛而已，对，让我们可以比较快走过去。那里面有水耶，对啊，喂，一定会卡在里面。它就是一个小密道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在12秒就要崩了，那个12秒要崩了，拼一波看看。喂，喂，不行不行，好痛哦，他们弄很痛。好吧，那接下来浓一波了，啊、要浓一波了。杰克的弓超痛。我觉得他这样设计还不错，就是每5分钟有没有崩了？就是大家要回去重来。而且现在我们有分数的优势。嗯，可以，挤一下。那多余的资源就放在那个、啊、箱子，大家可以共用。哎，按到防弹了。所以你看，这样其实一开始也可以留那种，就是那个岩浆的啊，盖在中间。嗯对啊，那你要过来就会直接要面临那个东东。哎，我觉得哇，他的玩法因为可以自己创，所以就非常的多样。不丢给你啊，这个做这个地图好有创意哦，超有创意的，真的蛮有创意的，真的超创的，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。真的是创意满满，决定科技的力量。那全部的岛我们都已经有限制的岛，我们都已经放完了吗？嗯，好像差不多了。哪一个岛是没限制的岛？就是后面两个福岛商人，像我刚刚买的那个路就是透过这里的。哦，对。这个人有什么疾病之地？有吗？放吗？好像没有，我没买。战神也还差一个，可是战神我不知道他的功效是什么，我站在那里也都没反应。嗯，还是他要激活啊？加分祭坛应该还可以再一个吧？加分祭坛已经两个了，已经两个了。好，那没办法。等我买一个防御箭塔哦，等一下可以放在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青金石要怎么拿？站在附魔台那边，附魔台这边会自己掉。对，哦，哇塞，这超好玩的，龙门骰，越玩有越好玩的感觉。真的，我可以，觉得可以掌管呢。对啊，好玩，吸金啊，吸金！再来是900，再来是900，还有一点小时间。我们的箭塔要放哪里啊？防御箭塔可以靠在我们这附近吧？靠在我们这附近，好。那个，哎、欸，刚刚这里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这还不错。记得要 turn on 触发一下。嗯嗯，哎、欸，我。这什么东东？箭塔？哦，只是
哦，只是人可以站上去的。它是人可以站上去的东西啊，的哨塔而已。对啊，它不会自己射箭，没那么强吧？我以为射箭有点猛啊，我以为它会自己射，它又没有多贵。那个我们就我还要买一个高跳跃台要放哪？我觉得那可以留着，真的吗？就是进攻的时候用。无限玩。我刚刚前面有放一个那个中介的那个，就是你可以先感受一下。好，那我旁边这边也放一个好了。哇，他经验的只能放一个吗？对啊，好像只能放一个的样子。因为我觉得一个有点慢，有点少，对不对？如果人多的话，对。不过他喷的金色还蛮多的啦，这个量还蛮大，是真的蛮多的。我都付防弹好了，我是看一下防弹少年，绝对不是他也只给我防弹，超容易有防弹的傻眼，能一个就没办法了，有这青金子很多。巨臂斧岛放在那个跳跃台旁边，可以直接跳过去啊！其实应该这样，有没有中间的路啊？他们会过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放一个跳台，那在前面是放一个巨臂斧岛，他们就过不来，而我们可以跳过去。哦，对耶，好，聪明，聪明。他们都还没怎么使用，我们可以赶快。哎，好聪明哦！我买了一个跳台，好，就先放跳台，那再一个就是巨臂。好。他那巨壁上面有没有办法再盖出来啊？还是已经都在下面？都在下面啊，它是在同一个高度的，所以不能用一个慢慢越盖越高过去。不行不行不行啊！所以还是要在前面的关键点。我买错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买到另外一个，这是什么岩浆？对对对，就是让大家比较难走。这个啊，要盖路就是盖我们现在盖的这个，还不错。它是可以从上面，可以从下面走。大家都在这里，都在经验值。没有，我够了，够了。是不是有人啊？我那个没有明条哎。右边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不可能吧？有两个明条，有。没有，那个是在那个购买区，购买区。那商店在商店，它在商店。哦。别干干，别干干。下属人。嗯。那个我们唯一就是那个西瓜放错边了啦，西瓜哦，在放西瓜嘛。如果他那个西瓜可以移动就更好了。移动式的吗？哎、欸，他那个，他进你的弓是多少？弓多少？强三。雪球爆弹。你要不要强势？要不要强势？连同中央，我这里有个强三诶，想说先给你啊。哇，欸，那绿宝石都可以慢慢留，它可以做好多事情哦。珍奇商人有买那个爆弹哦，你为什么自己挑自己岩浆啊？我没有看到哦 ，no， 傻乎乎，刚刚我的爹 ，no， 出不去诶，那个不是你自己放的吗？对呀，所以我们前面。前面巨臂跟跳跃要放了没？还没齁，还没。我刚以为就是要去放巨臂的。那没关系，先小心哦，要战斗了，要战斗了。好，还有十秒。哇，我还没弄完啊，可恶。30秒。我觉得也要有分配，有些是免洗的，有些是铁臂防御。我现在当打工仔。好，那我当免洗的好了，因为我刚刚掉到水里。那你没有全套附魔，你就可以免洗啦，对不对？我后排输出，我的弓有强三，你的弓有强三。鱼、欸、过来，鱼过来，给你强势，快点。给我强势啊！我都全套防弹了，我才是防御的。没有，没有，我有两把，不用急，我有两把。那两把强势，好不好？两把强三呐、啊，强三。我也两把强三。我先拿一把强三，要敲900秒，哎、欸。然后变态，我看错了，是我们900了。要打，现在才打，要打喽，乔有喽。那我继续打工哦。啊！我不要再掉下去！哎呦，我掉下去！你怎么走？每次都一样。什么？它是一个陷阱呢。旁边没有，刚刚那是个陷阱，它踩到那个玻璃就会没了。真的？对，它刚刚原本那边有玻璃。哦，是哦，就你走的地方，它只是有洞而已。它。